这有一个公案吼，有一个师傅去到这个欧洲，在这个丹麦这个国家吼，伊遐若无记唔对，伊遐对伊遐伊遐菊花吼，金菊花真水嘛吼。那迄个师傅呢，有一天啊吼，就为那边啊呢进口一挂这个金菊花，金菊花花吼。啊，对啊，伫伊个山顶啊，即、这个山顶咧在静坐，哇！本来是伫家己个花园静坐嘛吼，啊，过个真好真水。但是即个师傅吼，人讲慷慨白啊，足慷慨。信众拿来看到，哇，师啊，你个菊花花有够庄严个，真水呢，下当一丛。如果一丛，好我早倒来厝种好无？想了看好，爱着家己乌倒去，乌倒去种。哇！结果伊个土地啊吼，我心肝内奇怪叫吼。我过到要害，人来你着好人。吼、哦，伊心肝内真袂爽快哦。水我咧压，肥我咧压，啊，拢你咧，拢你咧，干国建设的咯，这土地哦。做家济，万难家济吼，啊！等于甲师傅抱怨，讲师傅啊，无你当作是你又卖砸倒来嘛？我过到要害啊！断水的时阵，你都拢送送给别人，我连欣赏的机会都无。师傅拢讲，合掌，加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什么都没有说。哇！结果呢，这个村民啊，就开始风声讲。哇！迄山顶师傅哦，种个菊花花足水个啦，哇、哦！迄送甲套吼，拢会惹人，去，大家拢甲套，是嘛？这个消息一传开吼，不得了，惨啊！规庄个人拢来套呢，规山卡个迄个村民拢啊，师傅啊，我嘛要栽一丛，伊也要一丛，伊也要一丛，结果变半个月啊，迄花园个花拢互人请了了，连一丛都无。后来这个徒弟吼，心肝讲，当看要去看啥物花无啊啦。这个师傅也是感觉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说，结果经过一年后、哦、经过一年后、哎、既然这个师傅啊跟这个徒弟啊在这个山顶的时候还闻到这个花香啊，你闻到这花香很奇怪，啊，咱的花朵拢，互人请到无半丛啊，啊，哪有这么啊熟悉这个花香的香味啊？哇，这徒弟就安尼去吹，吹，煞安尼一无张持，煞走落到山脚，看到规个庄头内底一片的菊花花，安尼一片的菊海花，真庄严，真水，真香。伊讲：哎呦，恁哪有这水的花？拢恁送我的啊！规个庄民讲，拢输乎我呀、啊？哪有？我记我一盆乎恁尔嘞，哪会安尼比规个庄头拢安遮尔啊水的花海啊？讲对啊，哇！这徒弟就足欢喜，去你个说，师傅啊，你敢知啊？我来咧山脚哦，规个庄头哦，嚯，菊花花开了有够水啊！师傅嘛讲法，阿弥陀佛，因为师傅拢听清楚。说哦，原来是如此，嗯。迄个时阵啊，迄徒弟啊，他请教上师啊，为什么你当初时，这村民啊来甲你讨菊花花，你就送人？你的用意是啥物用意？你嘛讲我们听看卖咧。这师就讲啊，这个菊花内底有这个花枝精子嘛，等风啊一吹一吹，伊就会吹到伊应该。吹的所在，伊个个在哪？结籽开花结籽，伊就会愈传愈济。这就好参像咱一个人的善念，这个善念会随着伊的因缘到处开花，将这个花香甲大家共同来分享，敢无较好？就一定伫咱山顶，伫咱寺庙，甲叫做菊花花，落去山脚就变啥物花啊？
同款嘛是叫阿花啊。那所以讲，无论伫对，只要会用利益的众生，帮助的众生，我们何妨不施呢？哎，所以师父在每一个同学拢咧教导啦，这就是好参照啥？微妙功德啊，成就的时阵才知讲，原来会用利益遮济啦。这是世间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，但是对咱一个身为佛门弟子，嘛应该有这么善良嘛。咱是不是有把咱的善良布施在世间？咱愿意施舍，善良自然会成熟、会成就。所以积聚功德，微妙难量，由诸佛告普贤道教，这个成就得了呢，自然而然就会利益到真济有缘的众生、有缘的弟子。好，来，咱就继续来看一段哈，来看啊127页这里哈，这个白话解释哈，这个咱在做的人有哈，咱家己有课本了，回去就自己多用功来看哈。需要重要部分呢，师傅再带着大家来看啦哈。啊，其他部分呢，就以较白话来讲解哈，可能大众来介绍。好，那个再来127页这样呢，讲基础修行啊，清净无悔。所以世尊呢，在这个修行的过程里面，拢是一个清净的念头，吼、哦，譬如幻书，吼、哦，现种种异象，为难为论，无所不变，本法明了，在以所为啊。好，什么叫做本法？本法就是清净，清净的净因啊，清净的净智，叫本法。那么咱净土法门里底，咱的本号又搁是啥？嘛是咱清净的念头啊！咱的心口与净业之因是不是建立起来？哦，所以呢，本号明了，足清楚。哦，那么在意，所谓在意，在意是啥物意思？一心的意思，一心一意，就是你的心，你的心念的行为。要专念嘛，专念，那咱专念能转凡入性，就是从迄个凡夫性烦恼呢转做菩提。烦恼当下本来就是菩提，但是咱咧从这个烦恼是去转掉。所以一切修行清净如清净，没有染着，没有染着，就好像一个魔术师啊。你变魔术了，你变魔术，你安怎变？变查甫，变查某，无论变啥物花样，互你变来变去，迄、那个魔术师自己很清楚，自己足清楚，伊安怎变，伊个心肝来足清楚，伊在做啥物代志，你足清楚，唯心所变，唯心所化。所以，咱来看迄个魔术师吼，咧变魔术的，现在很多真侪少年嘛，做安尼吼。用个牌啊啦，啥物动作咧？咧变咧变，伊安怎变？当然你个讲，啊，你要要对一张牌，当然要伊心肝来做清楚。我拢我都甲你讲出正确的答案，为啥物？伊心念做清楚，伊知影这是一个嘛，一个幻化的过程。那么这个幻化的过程是啥啦？伊要达成着一种的效果，啥物种的效果？帮助众生了解合佛的意义，是因为这个效果。这个好过呢，好、哦，所以无所不变啊，就是幻化是，就那个、菩萨啦、啊，哎，功修六道半天，哪里有苦难的众生，就往哪里去度化众生。咱看地藏菩萨，入地界度化众生，阿弥陀如来，本地法官。有众生一心清凉，阿弥陀佛必能得心净土。咱观世音菩萨，哦，闻声救苦，种种的一切，包括咱东来下生弥勒菩萨，嘛以大慈大悲啊，大喜大舍，下凉心咒，施舍慈悲啊，哦。所以呢，拢本合明了，
那么出家众，出家众的本行是啥？咱呢，人讲啊，出家啊，菩萨爱广修无广修无明啊，菩萨要广修无明。那么咱的本行就是啥？内明。这是咱的本行哦。所以这是出家人的本行，内面就是要断烦恼，要安怎断烦恼？包括世尊甲咱教育的三教十二部经啊，是咱的，这是咱的专修呢，是咱的专业呢。可是出家众对经文、对戒法都无法度去清楚，那么咱要安怎来用什么任务要来延续这个发心慧命啊？那个延续这个法身慧命，不是吹讲的呢，不是啊，我到场去盖大经啊，啊，信众真侪人来，我就变香火庙啊，土地公庙嘛，盖盖香啊，但是他就不是虚无慧命啊，为什么内明内明？所以这出家人必须要做清楚，要安怎断烦恼？烦恼伫对，你的烦恼在哪里？你要安怎断烦恼？这本来就要咱家己来教家己呢。但是因为时代种种的因缘变化，今咱真侪所在是请一挂在家学者，换下来教出家人读经的。时代无同，你讲时代无同，你讲因讲了无好吗？嘛毋是。问题是咱自己家己无去亲历吧，咱追求的是名师，毋是有名的。讲番名师。是有智慧的名师，并不是为名为利的名师。所以内明内底是足清楚、亲近名师了解的，引导着咱安怎来断除烦恼，这是咱的本学啊。出家人啊，若能对断烦恼、证悟菩提这样的一个能力，拢无办法好好甲建立起来，那么请问你啊，咱要安怎来续佛慧命啊？所以说我们的生命代表什么？出家人的生命是什么？佛的智慧了。这个道场也一样啦，一代传一代，也是一样的责任啊，延续着佛的智慧，未当好断转呢。所以内明是第一重要，搁再来的阴明，阴明就是一种逻辑学哈。对这个逻辑很清楚，医学，哦，医学，哦，医学，为什么有的人对这个医理啊、道理啦、啊，拢真清楚？哎，什么镜头安那来对治？哦，对调整色心，哎，有的人就这方面，哦，去广修五明，哦。那么再来就是这啊，音乐，声明呐、啊。对这个音声啦、啊，用音声度化众生，所以你看咱的真正侪道场拢啊，爱需要举办种种的法会啦，用这个佛教的音乐，吼、哦，这个佛教的梵呗音乐来度化众生，搁再来广巧明。那广巧明有啥物呢？真侪法师道场拢家己规划，吼、哦，这个艺术也好啦，建筑也好啦，都出这样来。但是这一些呢，菩萨当中。这个真侪人拢会当人学习，但是在出家众的这个修行内底，这内明是咱的本分事，一定要建立起来。这点若无建立起来，咱无，比如讲传五戒，上面甲咱传，无清净，无具足能力的 BQ 法师来为咱做证明，为咱修戒，那么咱就无戒这延续，无戒这延续，佛的慧命就无法度延续。责任在每一个人身上。